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蒋勇。那现在感觉怎么样呢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胜利的感觉真的是太奇妙了，因为为了这场比赛，然后备战了很长时间，所以准备了也挺充分的，不管是体能啊各方面技术。对，这是我，因为我战力比较差，所以我想，打打战力，让我的战力给你们看看我有没有进步啊。对。那其实，在赛前有和大家分享过，这次比赛是想以 KO 的方式去胜出的。对，我就想用战力的方式去 KO 对方，让大家有点失望了，没有达到那个效果。不过也比之前前两场进步了好多。你觉得对手的实力怎么样？和他交手实际感觉怎么样呢？对手的实力吧，我感觉跟我一样，跟我差不多吧。我看他，因为我跟他练综合格斗的时间都不算长，我才不到两年时间，一年多，一年十个月吧。他也跟我差不多，我感觉他那个实力。格格相也是见证了你的成长，那有什么想对我们格格相龙中斗说的吗？然后呢，格格相现在目前现在举办比赛现在是越来越好了，因为格格相刚从比赛到现在也没多久，也差不多也就一年多左右，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成熟，以后会在中国，也许会在中国是 number one 的比赛，以后你们要记好了，格格相。好，非常感谢你对我们比赛的祝福。那今年状态其实特别好，有做什么调整吗？我吗？对，相较于去年的话。调整的话，反正就是提高嘛，对于自我的提高嘛，用时间、精力去增强自己的，所有不足的地方，让自己变成一个六边形的战士，这是我想要的。我会努力，以后你们会看到我会更上一层楼。好的，那非常感谢接受今天的采访，希望未来的比赛能够赢得漂亮，赢得顺利。哎，谢谢。